喂，偷等我老爹收天头啊！今日嚟到呢度边度呢？呢度就系全港最多垃圾嘅地方，就系将军澳呢个堆填区寻找宝藏。嗱，我哋而家要经过一条咧好险峻嘅路，呢度咧沿住一条绳嘅，一路行过去，一路行入去，去到后面山嗰边咧，就系我哋要去寻宝嘅地方。依家咧要行去呢条悬崖边，希望冇事发生，安全度过。好啦，接呢条啦，依家即刻咧出发 ，Let's go！ 好惊。畏高啊，大佬！哇，好驚啊！好撚驚啊！哇，真係好撚驚！屌！我想问你做点啊？哇！屌！冇啦，嗬？仲有噶？我真系好卵惊喎！不过我唔捻得去喎，行山路得唔得啊？突然间走唔翻出嚟啊！屌，我中意你就唔惊啦。依家咧就嚟到呢个石滩啦。咁咧，因为咧据闻咧呢个石滩咧，除咗垃圾之外咧，都有宝藏嘅。咁咧系啦，据闻啫。傳說通常不是真的，不過今天就求證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有寶藏。咁我哋會見到垃圾都會清咗去嘅，係啦，咁咧就為地球出一分力啦。下次再嚟尋寶嘅時候咧，就會影響到我哋嗰個進度啊。咁啊，所以就要清走啲垃圾。好，咁咧，事不宜遲啦，依家咧，即刻喺個石灘上面咧揾寶藏。哇！即刻揾到啊！呢個應該。深得滯，你去嗰邊嗰啲會好少少。竟然真有寶藏，棒！以為堆填區只有垃圾。哇！哇屌！掘咁耐系垃圾，咩事？哇！
哇，有錢喎！哦，人哋嗰啲門上關推有個推字。鑊紋喎，鑊紋。咁呢啲係咪你頭先講嘅鐵礦石啊？我呢個係啊，呢個係邊個？見到裏面有啲鐵礦石。鐵釘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，都系两下，屌，三下，嚟啊！哎呀，呢度爬上嚟啊你 ，shit。边度啊？好，柯林1993年1蚊。好嚟啊嚟啊嚟啊，出土啊！铜钱嚟咗咁多，铜钱，真系铜钱。呢、這個銅錢都比較大粒喎，我借咗你，慢慢幫我拆下佢。佢攣攣地，哇！呢個真係未見過啊！平富係啊，港錢係喎，港錢喎，呢個唔識符號，你上網揾下可能有。呢、這個係江水嘛？今日的戰利品就是這堆的廢鐵，拿去回收應該值2-3元的都可以。大師兄就掘到一個一仙和一個銅錢，今天我就沒有收穫，前輩都是沒有收穫，還有掘到兩粒子彈。這條片就是沒有收穫的一條片，如果大家看到這條片的證明我是未死的，因為稍後我就要回去险峻的山崖，因为呢度山后面就是头先我行入嚟嗰条山崖。咁如果呢条片出到街嘅话咧，证明我未死啊！咁啊，中意呢条片嘅你咧，记得订阅我超人捞嘅卢地收先，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做个职安真汉子。人高空工作有保障，同做个理性立意，用我最清醒心智来共你再去闯职安佳绩。你点解要排上啊？良好态度来处事，改变我的际遇。